用酒精来治疗，这个方式最好，然后也不用考虑它会浮起来，也不用考虑气泡，这样就很快。然后把这个空洞取完之后，就直接可以把这个药瓶放到水里面去，然后要一张张的去放在瓶里。比用水去测的效率至少提高5倍以上。这个样品放下去，只要调整它在水中吊篮的位置，然后让它不用靠到那个测量架的周边就可以了。让你可以观察到它几乎是透明的，不会有任何的气泡产生。然后等屏幕这个数值稳定。